今年是游戏大年，有很多好游戏，比如3月3号的卧龙，我看了一下宣传片，是三国背景的，而且有中文语音，画面节奏看着也不错，这个要不要买呢？3月24号《生化危机4》重置版，虽然我之前在 PS2、NGC 还有 PC 上都玩过《生化4》的第一关，那这次要不要也买个 PS5 版体验一下第一关呢？还有5月12号《塞尔达王国之泪》，虽然《塞尔达荒野之息》我只体验了新手村，那有没有必要再买一个新作呢？6月2号的《街霸6》啊，这天正好是我生日，我之前特别喜欢玩《街霸2》，但是《街霸4》和《街霸5》都没有什么兴趣了，那要不要再买个《街霸6》呢？除了这些，今年还有零，我的暑假，可能还有暗黑四，这些买吗？你们说，从内心来讲，我是都想买的。但是想想去年买的战神五只通关了30%， COD 19最后那关还没通，极品飞车22也就10%，老头环买的是光盘版，刚出了新手村，放下了半年，最后卖了。马布仔大冒险跟 PS5 一块买的，也就通关了50%，回头光盘也卖了。之前买的大表哥2只玩了第一关，美墨2也就玩了50%，想想都让人心痛。前两天我还买了一个霍格沃兹的遗产，哎，都刚开了个头。除了这些，我还有三档会员，很多同学推荐我玩的对马岛之魂，新手村我好像还没过。之前买过的这么多的游戏，之前也是特别想要特别想玩的，但是只玩到这么一个进度。面对2023年这么多的大作，买不买呢？我心里很纠结，感觉陷入了自我否定。这时候我想到我小的时候，我父亲跟我说过的一句话，让我们把时间回到30年前，我上小学5、6年级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有一个 FC 的兼容机，只有一盘卡带是76合一，都是一些小游戏，类似于 Atari 的那种小游戏。76个游戏我都是挑挑拣拣的玩，而且基本上都没通关，像极了现在的 PS 二档库。但是那时候又特别想玩人间兵器、忍者神龟、赤色要塞、双截龙之类的新游戏大作。这时候呢，我就跟我爸说了，我想买卡带。然后我爸是这么说，你那个76合一都玩通关了吗？或者都玩了吗？我说还没有。我爸跟我说，那你就把你现有卡带里边的游戏都玩通关了，都玩完了，然后再买新的游戏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就有了一个小目标，于是乎我就开始着重体验这76款游戏。经过不懈的努力，除了那三个需要光枪的游戏，基本上都通关了，或者说都知道一个大概级的玩法了。那个时候没有存储记忆卡，最经典的超级马里奥，我能从第一关打到通关，就是第8关的第4关。还有什么空手道啊，什么菜青虫啊，叮当猫啊，还有马戏团啊，还有大力水手，还有各种小蜜蜂、冰蜂，有些虽然没有通关，但是也通了好几关，知道游戏是怎么玩的了。你们知道我玩完这张卡带之后什么感觉吗？我感觉心里面特别的充实。这样我又跟我爸提交了申请，后来有了魂斗罗一代、二代、忍者神龟、人间兵器、九日街霸等等等等卡带。我感觉那时候的玩游戏的状态和现在不一样，现在总感觉是亏空，是欠游戏的，我买了没玩，就像我买了一本书没看一样，这种感觉很不好。看视频的各位，遇到这种情况，你们是怎么想的呢？欢迎写到评论区。